已经拉上学生们了，去隔离的地方去了。工作人员、公交司机也是全部防控，这已经准备出发了。警车引道。据官方通报，太原市24号发现一例本土确诊病例，是太原市66中高中部学生。目前学校已被封控，全校师生1144人被集中隔离。我们整个园区就都封了，不进不出。有疫情吗？就是一所学校就在我们边上，有一个高中生感染了，查出来是阳性，整个学校学生全部隔离了。22号晚上到23号白天，学生全部拉走了，拉到酒店隔离了。除了第66中学外，太原市仲有18个活动场所亦遭到封控。21号有个姓周的在咱们这条街住了一晚上了，可是他回去以后结果检测为阳性。那个酒店已经是关起来了，隔离的了。他是从内蒙回来的，还得派他行了。路面上今天早上是拉起了警戒线，封了几条高速了。山西忻州市22号报告一例阳性感染者，患者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入境人员，曾在太原市停留。日前，忻州市公安机关宣布对他立案侦查，说他隐瞒了在太原两所学校杨曲一中和第66中学的行程轨迹。前两天突然确诊了一个病例，然后来过这儿的地下室，所以这边都封了，分成了城里面全员做核酸了。今天是第二次做核酸了，就是有一个销售，他就是太原溜了一圈，然后忻州溜了一圈，他去过的地方都封了，都不营业了。目前，忻州市有多地被划定为封控区和管控区。